香之心。那第一包摸起来是超级厚，第一包摸起来很厚。天威巨神鸟，这样很难用。没关系啊，真的。看了一下效果不太好用。话说这个沾巨神鸟就好了吗？嗯，这个啊，它是巨神鸟，没有，它是黑暗神鸟。所以这个翻神鸟用。我记得它好像是黑暗神鸟。波金亮，那浮雕，哎，浮雕，哎，啊，大和配比是多少？这次是六张亮面，三张金亮，一张浮雕，然后一张半钻。哦，对啊，那就一样啊，十一张啊。对啊。反正我是非洲人啊，真的啦，尽量出来，尽量封面。张浮雕跟尽量用，没有尽量还有，尽量还有两张浮雕美。对，浮雕美了。天威这个没小用，天威到底强不强？不晓得，那我蛮想打。可是依照惯例，是不是幻龙族都很强？但问题是，他这次是要没效果吗？我觉得这样很好玩。哦，对，连锁爆破。只是它效果，最后面那个挂号那边我看不太清，看不太懂。就是假，因为它只能在连接端，它在连接端被特招的时候才有这个效果。对啊。那所以如果说被炸的怪兽连接关也会炸的话，一定会炸到它自己。嗯。那就是它自己不会受它自己的效果影响，就这样子。哦，自己不会被自己这样效果破坏。对。因为想要什么效果破坏，然后又不会被效果破坏。半钻出啊！哦，垃圾！半钻战绝。那就去啦、啊。对啊，就是我非洲人啊。我非洲人，你在宵夜战？非洲人啊！战舰。我真的搞不懂这次为什么要把战舰放进去。我搞不懂为什么它是半钻。搞不懂他为什么是半钻，那剩下的东西我好没心情哦，没心情剪开了。金亮，没关系，你还有那个巫术。巫术是亮面还是金亮？亮面吧。太多包了，不好剪。那把剪刀算利了。没有太多包。啊，拜托，一张巫术就好。真的，一张巫术就好。蓝龙归还。这张卡图是蓝真龙。对啊，啊，它的效果就蓝真龙啊。啊，蓝龙归还，就是在庆祝蓝真龙解禁吗？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蓝真龙。对啊，就庆祝蓝真龙解禁啊。好啊，其实很强，好不好？我们跳对方的东西。他可以跳对面。对啊。我再去看看。可是他回持有者手牌了。嗯。哎、欸，这是音符，这是音符。嗯，其实它效果很搞笑。对啊，要同时太难。同时爆掉，黑洞一张啊。这个好像音符。哦，对，它也是。奇迹的魔石。哎、欸，我要的是天威的 Link 二啊。哎、欸，天威 Link 二，听过你要打？我没有要打，我只是想要 Link 二那一张。哦。收来看。对吧？这边二四六，好五张，就在里面啊。也、欸、没心情啊，半砖其他东西都还能接受，对吗？是不是非洲人？战舰好像四强非强，
看他特招很强，可是绑的东西就觉得很智障。是神鸟，始终是风属性。恐怖。哦。秘密啊！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反正你要。我有想要打。啊，这盒是不是没有复刻命运啊？有，有新卡，有吗？只有新卡没有旧卡。没有，那个新盒怎么有旧卡？新盒不是偶尔会复刻旧的？不会啦，那是小盒的大盒的。只有小盒的会。对。他哦，对，他是新的。命运啊，干什么？他之前有上过吗？命运。上位没有，因为想说那么小只的怪，它能活几个回合？就一直加心术。啊，就加心术，然后心术就是攻击力啊。这样是不是很顶？好像很顶。他这是通招下来就几乎无敌啊。对啊，从额外怪兽出来的效果无效化。对啊。啊，攻击还有1400哎。可是只有效果无效的话，攻击还是对形状还是会打。非主流又有新东西玩了，非主流又有新东西玩了。嗯，全部都集中在后面。金亮比较好的是哪一张？金亮，天威。天威没金亮。天威没有吗？天威是亮面。是亮面。天威是亮面，有了就是你。天威是亮面，就是你。好啦，这盒我能接受了啦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到底为什么这只鸟它会变暗属性啊？它本来就暗属性，它有一只旧的暗属性。那这封的是金亮吗？嗯，不是啊，就看这一张啊。那小只的这张是风属性，然后长大就变暗属性。它长歪了吧？长歪啦。哎、欸，人家守护龙小只的是风属性，长大了变黑了，它还是风属性。为什么就只有那一只会长歪？因为天威其实作者真他妈懒，天威全都长得一样，只是换了颜色。没有啊，这水墨画风我觉得还不错哦，金亮不错，不错不错不错。那金亮你就可以啊，还有一张，不算太差吧，你是不是？对，没有很差，好不好？这个垃圾可以干嘛？其他至少命运旅量你要，天威你要，神功也有。我隔壁这位神功是红钻，我怎么比？啊，就那个，哎，一言不合再开喝一行，哎，一言不合就开一行哦。海金，哎，海金一语对。哎，所以海金没有亮面。海金没有亮面，是最高就现在最高就那银子而已。好可怜哦！而且现在好像没办法组起来。邪王，这张也蛮好玩的。又是一只解放，又要配新的黑暗世界。亮面，哦，没有啊，好看，好看而已啦。好看就好啊，对不对？我这盒比较想要魔线。魔线比较好用，246，剩一金亮，剩一金亮，然后金亮不见了，跑出来一张红钻，哎，好像不错，有，我在做梦，有可能吗？不可能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不可能，我在做梦，没东西，神鸟，最新的东西，鸟兽组也算一个系列吗？对，对，风属性鸟兽。这是旧系列长话，就这个。嗯嗯嗯。好了。你这盒开完。没长歪的跟长歪的出来。感觉好像没什么东西。啊，蓝包啊，蓝包啊。拼了拼了。好，至少感觉好像蓝包有东西。啊，一包而已吧。一包够啦。我六包两张而已呀。一束十包嘛，十八包，十八包，十八包会有几张？一束八包，哦，一束八包，对，啊，会有几张？我刚好拿一束啊，啊，现在开六包两张，哦，所以会有两张，预想开跟棉花球，
包子。包子，你小用。这是谁？哎，没有。哎，啊，哎，为什么？啊。啊哇，没有。没东西。妈的，垃圾！摸起来明明就有东西啊。这个欧洲人的触感不见了。就是欧洲人开温和，嗯，很黑好不好？非脸黑成这样，蓝包也没亮面。这是欧洲人的第二版，没有，不是欧洲人，我是非洲人，这是某位欧洲人的。哎，这如果又中红钻，你要怎么办？你适合现在一张吗？对，三合一张，三合一张嘛。这第四盒如果来一张，你就真的是50%了呢。我没中，我没有他。为什么我想要的东西都抽不到？你是不是满了？满了，满了。你确定你不囤一些在 FGO 里面？FGO 囤个屁呀、啊、！FGO， 妈 ，FGO 变成我来消费这样的东西了。FGO 真的变对我来说真的是消费障碍，我很难过。我最近也是，连抽三个游戏全都没出东西。然后我终于找到比 FGO 还要难抽五星的游戏了。啊，半钻哇，是那个垃圾。尿尿，还好，还可以接受，他是垃圾吧？他、有玩的，他那只还不错。真的假的？那只还可以啦，就是不是那种高单价的东西。海姨女竟然只有银质，那我来打打看好了，看能不能跟海皇搭得起来。可是，海皇应该有亮面了，金亮，有亮面，哦，新的创新神，他是，有啦，我是觉得他的旅赛效果有点强，双方场上目的除外，全部摧毁牌组。嗯，他说八种是种类还是种类。这里就是同步仪式那些，没有，全部link 怪而已。哦，双方有八种 link 怪。对，双方的目的存在八种以上 link 怪的时候，可以从手牌抽走。对。目的而已吗？只有目的。哦。所以天辉是白板。对，白。啊，他不是白板，他就不能跳下来了。其他的天辉是白板吗？只有哦，只有这，刚刚就看到这个伴奏，只有全身跟那个比较大只那只令和三的是无效果，其他都有效果。我想说搞不好，封面，把封面给刮出来。哦，我还想说他那个应该会有效果文，写说什么让场上的怪兽变成那个物形。没有啊，因为它是效果怪兽以外，就算是四维也不太对啊，因为本身就有效果不太可能。不然就是有站在场上的时候就无视这一条条件啊。因为像 PSY Link 也是啊，站在场上就无视场上如果有怪兽这一条条件。这让我觉得它蛮好用的。魔法使用可以的。啊，你有啊！我看到第四盒的第一张造型家，第一张造型家，对啊，就全身跟这只鬼而已，是没有效果的，其他都有效果。啊，效怪都是场上没有效果怪的时候可以特招。哇，怎么感觉开了两盒都是垃圾？哇，今天的欧洲人，你还差一种嘞？对，我还差一只，我还差那个命运女郎。哦，你没开到命运啊？他没开到这只跟命运女，我没开到他跟命运女。没东西行。命运郎研究看看怎么样，反正就是想办法让怪兽可以活久一点嘛。嗯，是吧？命运郎就是活越久越强。对。那等级上升是怎样？一回合上升。每回合上升。对。然后根据不同只上升的等级不一样。我要帮你用哦。拜拜。
其实这盒的东西我也想打看看，因为这盒系列好多很多啊，而且感觉有出的完整，不像之前那一种出一半断断续续的，这次感觉有出完整的感觉啦，打起来是怎样不知道，因为它这盒每个系列的料其实都给蛮多的，嗯，之前不是有些都只给个三张，一点点一点点。哦，龙南龟，第四张啊，第四张啊，对，他就真的是把一只怪兽变蓝针了，就是回来啊，他结束阶段时回到手牌啊。些这是什么？天威，天威的，天威是新一物的东西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人家换龙族。啊，没有，我说天威是不是新一物啊？新一物系列不在那系列里面。那这盒的新一物系列是什么？这盒没有新一物。有一张陷阱卡。对啊，那应该都因为你现在的趋势就是一零系列的故事主轴是新一物啊，也就是说每一弹都会出新的新一物，不然它故事演不下去。那现在还剩两个亮面，两张金亮。反正就是历史的幻龙组都很强。嗯。天球也是幻龙。天球啊。天球也是。然后再来是龙心嘛。嗯。然后还有。真龙啊、哦，好像有东西哦。暗属性，那只鸟。暗鸟。哦，我的天威，天威是会不会没有抽到？你天威不是有了吗？有一张而已啊。最后一张。对，我最后一张。啊，天威亮面有谁？就那一张而已。就他而已。就只有他而已。就是一只龙仙女而已。哎、欸、哎，神功。哎、欸，神功耶！ Yeah. 第三张，还有一张是红钻。啊。天威是亮面吗？对，所以亮面有25，哎，五张，还有一张，命运女郎跟，我还没有命运女郎，对，命运女郎跟天威你只能二选一啊。天威，那天威你有想打？我是想打，没东西。没有开头就这么非洲了，哇，巨哇巨大战巨哇！今天这个，哎、欸，我这样想一想，也就是说我们这边都没出红钻，那边剩下的东西很蠢哦，很蠢哦，那一批很蠢哦，来，哦，对啊，有，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好像是开了一堆盒，都没出红钻。也就是说，那边的东西很恐怖呢。那是不是？那边会很恐怖呢？是不是还有一张金亮？还有一张金亮。银普呢？怎么做一张银普？所以等一下要去再收个两盒吗？对啊，要不要再去开啊？疯了是不是？金亮那么多动，我就是你。啊，重复了。哎、欸，那边的好蠢哦。想开吗？还有五盒是有红钻哦，怎么样？看最后一盒之后再决定吧。我先看看那边，我觉得那边有红钻啊，那个蓝包。银普应该在里面，我找一下。嗯。哦，这里了。哎、欸，你的银普跟我一样。三张，我那个三张。嗯。这个是不是在场上的时候带破，在墓地的时候是对方的带破？对啊。强。超级强！哎、欸、哎，我那边了、啊，左边这边。我还是不要乱讲有没有东西好了。每次讲我都打自己脸。呼之欲出，回龙。回龙会哭死吧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其他只狗巨神鸟。巨神鸟。不卡。哇，那这样一束现在只有两张亮而已，所以就是确定，哎、欸，这边也是同一束的吗？对。哇，你一个人直接包一束啊？对啊。哇，
没有。一空。我那张一束两张。一束两张。两包两面而已。不行啦，前面两盒太废了，完全没有任何。完全没亮点。对啊，好像上次开那个，上次我们开那个是什么？巫术那一盒，哇靠，那开出来多吓人啊！吓死！慢慢来。没关系。不要瞄，结果拉出一个边来。哦，龙南龟。第一张龙南龟吧。我瞄，还行，我不会有任何起伏。Is that ready？啊，等一下，搞不好我拉到一半，突然看到，奇怪，怎么框会闪？然后你就有起伏了，尽量。拉出来，拉到一半，框会闪，我操！我操！框会闪就不得了了嘞，框会闪就红钻了嘞，框会闪就……我里面的人喊得蛮大声的啊！里面现在也没人出红钻，对，目前是没有，目前那边……哇，也好蠢哦！还是说有人拿了还没开里面？没有没有，里面都开了，都开了，对，所以都还没出来。你这样拿会伤到？不会啊，不然你这样下去的时候就会伤到。所以我下面才不搞定嘛。呀！一次开多一点，看起来是没有。有东西，有东西，有东西。有东西？有啊有，我看到黑鸟。黑鸟。就出来红钻黑鸟。红钻黑鸟，你哭死你！你黑的就好了，我不希望你红的，拜托。哭死你！我、哦、这我反而想要亮面，就是封的以外，封的零食以外都没有。是。哦，这三盒怎么了啦？我没有，干脆直接开蓝包了。开完蓝包做 ND。至少没关系，我干。我对。我们不是重播。可能这影片会受那种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个有很多怨恨的人。终于说到自残了哦！上次开巫术很爽嘛，很爽嘛。现在哦，好弱哦。有没有？现在就可以讲那句话了。没有天天在过年的啦。真的没有啊。我这三号好烂哦，受不了。哇，还两张去大前进。好啊，我们再去开一盒。走。一言不合就开。走。我一包一包开。你有钱，我没钱。我已经没钱了，不然一个人出500。我也没钱啊，一个人出500，卡怎么分？卡、啊，全部切成三分之一。一人拿十包吗 ？OK 啊。啊，如果抽红钻不就？那就自己的。那就只能怨天，就没也不能怨天尤人了。可以啊，我们要不要一盒安好死？真的要这样玩吗？银普。银普，这张我觉得也很不错啊。选两只怪兽，一只上升一只下降一。在半钻出来的时间就已经确定这一盒，比它的价值没有红钻，比掉了，这一盒比掉了，至少给我一只风铃石抚慰我的弱小心灵，比掉了，我可以打人吗？哇，这个，这时候我一定，我在剪片的时候我一定要这边放一段，其实那爱的那个。Fuck you！ 而且你那盒半钻不是这个，那是三盒半钻都是他。真的，最近开卡抽卡运真的不适合你跑。你那盒刚那盒半钻是？什么半钻？鸟啊！哦，鸟。小鸟呢？给我放飞掉。姚先生，随便啦。我现在只求零食。哦，对，我也其实也有想要的东西没开到。
要不然我真的想要就是走这个。一星的鸟鸟，一星风属性鸟兽，就我打 L L 是最再好不过的素材。重点他通招一次之后，还可以再通招第二次那个神鸟的人。那就我这么点。对啊。这么点。哦，突板神功。哦，是哟。这个系列名字是在后面哦。什么？什么 Lucky？ 谢谢。小鸟，双星神。双星神是怎样？他把提耶拉跟提耶拉跟苏菲亚合体了，是不是？看他的卡图。现在还有两个亮面，两个金亮。哎，这个好像不是创新神，不是哦，是双星神，而且它是电子界主。对，不是 DC 或星神，这个东西好眼熟。这个是什么？机械吗？好像也不是机械，这个东西。好，两亮一斤吗？两亮两斤，哎，一斤一斤。五、哦。我没抽到他，不开心。三七。什么神子？现在一斤一亮。开出来什么都不用了，对音谱。对，我也在想为什么一直没看到他。好丑。他日文名字叫爸爸了、啊。干嘛？就 B B A 了、啊。对啊。还是这张不是？他说他不是音谱。他、啊、不是，那应该就是他不是啊，因为我们这三盒这个都确定只有一张、啊。可是我很确定这个跟这个是音波、啊。是，就是他不是音波啊。不知道，查一下。你光看旁边这个颜色，我真的会想到光波了。小小屋会有资讯了吗？哦，有了耶！我操，蛮怪的啊。他们没有，他们通常卡包出来之后，第过三天才会有。剩一亮那一斤亮，拜托，真的风铃死，至少我最后的救赎。银浦天平是。天平是吧？对 ，fuck， 啊，怎么越开越烂？不用看了，快速带过，生气，尽量，老子开游戏王开到现在没开过这么烂的，比我之前开那个 X 老还烂，技巧都有。这张也是银浦，那张是几号？六，我觉得看六十五号，六十五不是。对，那找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个音谱是谁？蓝包，你适合，你适合这个啊？对啊，看音谱啊，我再找另外一张啊。是啊，目前知道是你适合这个丁格怪，然后那只皮怪，魔法卡我不知道，拆脚虫没关系，我可以用。我知道是谁了。刚那个海星啊，海星不是啊，不是吗？不是的。第二张推雪，哦，预想盖亮面，亮面预想盖，没办，这个我想要，当场收。
一号不会是萤火吗？开完了，博大开合，今天的主题。OK， 宵夜账。好，今天的开合主题叫宵夜账。回家吧，拜拜，拜拜。